那么特别呢，感觉到这一份的力量是非常的坚强。那么各位也了解到，虽然胜选呢，其实呢是责任的开始。所以一路上一直在思考澎湖的未来。我们也很希望呢，除了我的政见付诸实行以外，我也很希望包容我们所有各候选人啊，他们提出啊有的不错的政见，那么这些呢，我们呢、啊、都会啊付诸实行。那么当然对手在期间，大家都知道选举的尝试，那么我也很希望呢，我们将来大家携手一起啊，展现团结的力量，来好好的把澎湖建设起来，让澎湖呢能够是一个充满正气的一个地方。也到一个段落了啊，赖清德那边阵营也宣布当选了，那是让所有支持者哈啊失望的，我们表示抱歉，表示抱歉。那是事实上，澎湖这几年来，我们整个团队是相当努力，相当努力啊，无论是观光人口的增加。人口的回流，我们的社会福利还有建设都大幅的成长，那负债减少但是呢我们最后还是取决于乡亲做最后的决定，乡亲的选择那就希望赖先生能够落实他的承诺，继续造福澎湖的乡亲，也好好把澎湖的建设做好，让澎湖能够继续起飞。